各位欢迎收看小六转蛋。可是我要先讲，这个人 iPhone 真的是很菜，他连 iPhone 的声音都不会开。干嘛这样？新手嘛，新手。好了，我只玩 iPhone 了，好不好？开始。你玩 iPhone 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的圣诞节过得还好吗？我圣诞节过得很好啊，非常好。不是拿了一堆很奇怪的礼物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别再说那个，这小贝贝很棒的，我现在晚上就是把它放在房间的角落，我不敢让它上床陪我睡，我会怕。哪里怪怪？好了，那我们就请黑仔熊帮我按一下，你不是我只是帮我按一下免费十连吗？免费的，免费的吗？好，你等下要抽课的吗？有。哦，好，那我免费的可以，我没压力。你现在害怕了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以前不是觉得自己很欧吗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欧过，但是你都说过奇怪的东西。其实我帮别人抽，通常都是彩虹色哎。有彩有赢，有彩有希望是不是？对，有彩有希望。好，没有希望。不是，还有一颗彩的，你太急了啦！太急了吗？太急了啦！我虽然这个游戏完全不熟，但是刚刚那只看起来就很棒。那时候玩，好美。那玩黄毛兵的时候，你应该就要很热衷我们。没有，我只知道有一只角色叫莫比乌斯，我只记得这个角色，因为我在猫咪有抽到它。哇，我居然抽到三星版本的！哎，莫比乌斯在猫咪里还不错用哦，对，很强吧？对啊。哎，你居然可以免费十点，然后好了，也没什么啦。怎样？怎样？你想到底想说什么？就一只圣诞的角色都没有。我觉得有点害怕。今天已经27号了，谁在跟你圣诞的角色啦？圣诞节还在啊？没有，他已经系统官方偷偷 nerf 他的精灵。屁股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，这是氪金的了吗？氪金的。好，你的大奖是叫什么角色？这一次这一波的大奖是飞三颗而已哦。哎呦，没有，它是三颗、七颗、再十颗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最厉害嘛？圣诞节的。啊，圣诞节，可是男的，我要女。所以，你要能力好的，还是你只是要好看？我好看能力有。这个人很开心呢，我受不了了。啊，这个可以吧？这好正哦。哦，可爱。后面是他的屁股吗？哦，不是，那是头包。尾巴，尾巴。我是尾巴吗？尾巴，尾巴。仙虎，三抽就有仙虎跟艾斯塔布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啊，第三颗黄钟不行。不是啦，你不要贪啦。有两颗应该很好了吧？是吗？妈？妈？妈？七颗吗？七颗。我看又两颗。啊！没有没有，这颗是新的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如何？我其实我没有很熟，但是我看他的反应就知道哦，情况不妙。对，要是很棒的话，他可能刚刚是这样子。圣诞的颗就是、是这样啊。圣诞嘛，收集一下可以，可是我是不希望他再来这么多了。是现在是十颗，然后这边十颗还有保底一只。保底一只哦，是费马、仙虎跟夏目兔子。好，你现在要哪一个？我要这个。那这是什么？费马吗？对，我不要右边这个。好，拖一下。但我好怕等一下出来是夏目兔子。但好歹没有重复。刚刚艾斯塔布。对啊 ，bug 加一。刚重复了一个艾斯塔布。糟糕了，扛一下。啊，这仙虎。扛两个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有机会没有，有吧，有吧。哇，很可爱嘛，妹子萌萌的。你的大叔魂呢？你看那个在升级哎，就变没有犀角哎。还好啦，米凯尔，给我去旁边，还有两颗，哇，欧谢，这颗我不敢看，新的，等一下，不要你好大，不要逃走，不要逃走，圣诞杯迷糊，没什么，没事，真的没事吗？没有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哦，还有，还有，还会在保底吗？有还是有保底，可是就是一样是保底跟三只脚，我怕出来又是仙虎，就不好说。哦，这是很多颗哦，有机会哦。不要吓不出去。这只是谁啦？吓不出去。怎么突跑出一只动物啊？吓不出去呐！真的跑出夏目了，怎么办？对，后面还有机会再开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费马应该要来。然后后面还有机会。还有三颗。对对对对，三颗费马。三颗费吗？可以。好天啊！太快了！哈哈、好可怕哦！没关系，再偷偷看好看。再继续保底吗？对，还是保底。看他能不能喷了六颗。我觉得差不多了啦。仙虎跟夏目都来了，费马应该要。
抽到费马就停了吗？当然。哇塞，这个好好烂啊！没有，你知道，搞不好烂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说你还要再一次哦，最后一次，真假的？没了，没了。那我哎，最可怕的是他好像也不能单抽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好多颗彩蛋，好多颗彩蛋。对，啊，又下不出纸了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啊，三颗。啊，又下不出纸。最后一颗。金石数量不足。有单抽吗？没有，因为它是 step。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了啦，就是那个。哎，我还可以再抽这个了，我来看一下圣诞。仙狐跟夏目已经被抽完了，就是各位想要抽那个叫什么费马的，就是现在。我还有一次机会。小六已经帮你们把。还有一次机会。那些不该有的东西都带走了。来。你确定吗？确定了。我觉得该来了。哇。我刚看到红色的衣服出来，就吓了一跳，结果。因为都是圣诞啊。哇最正的果然不好抽哎。对呀、啊，还有的抽吗？没了。没。各位，你知道该抽的，该出手。真的，大家该出手。我也该去补充我的银弹。我觉得有疗愈到大家，他们就按喜欢。对，他们要按喜欢之后。我平常抽到太好，他们就会按不喜欢。不是，他们按喜欢之后有没有？然后按喜欢之后就哎、欸，先按个喜欢哦。那应该小六都抽完了，我也来抽抽看。然后去下面留言，我单抽中哎、欸啊。抱歉，这次没有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中了，而且我已经那个叫什么？你们那个叠在一起了，我们 bug 已经满了。别说了，那大家如果疗愈到，还是要按个喜欢，然后退订黑仔熊不是订阅我咯。可以想玩猫咪的可以来找我啦，啊、好不好？啊，Chris Bieber 就继续找他。Chris Bieber 我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啊，那我们大家下次影片见喽。